这莫迪的考试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班很多同学考得很差。这次我们把家长们都请到学校里来，就是让各位家长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真实的学习情况。很多同学为什么考得很差？平时表现不错呀，这就体现了学习态度的问题。有的同学家里和学校表现非常的不一样，是不是在家里头能够按时完成作业啊？ 跟篮板有仇啊！你怎么自己跑出来打球啊？老家让同学和家长都留下，我又没家长。你因为这个不开心啊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也没有家长来啊，我都是自己给自己开家长会的。 我们病相怜哦，我们俩。那你爸妈怎么没来？他们从来都不管我，不过无所谓。为什么不管你？你怎么那么八卦？他们离婚了，都重组了新的家庭，我就多余了呗。哎，我说，趁现在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嗯。快走呀，老姜开会开一下午的。